昨天小竹台也是皮一下，也许比较开心。四保一的被让二追二之后，决胜局还是选择了双核体系，很稳的赢下了比赛。金咕咕 do in 的瑞兹是真的秀，讲道理。那么 C 还总玩啥四保一？难道是为了不抢马哥的 MVP？ 这一天的弹幕也是满怀期待的弹幕，这一天的马哥也是看了弹幕的马哥，这一天的咕咕也是跳了舞的咕咕。好了，还是恭喜我们的侠队成功进入四强，也获得了洲际赛的名额。阿玛终于可以去跟国外的战队打比赛了，嘿嘿。分享一个镜头下比心的金咕咕以及镜头下不为所动的马哥，有木有发现这一次侠队换了新的队服，看起来还是很酷的。